好，我们来看看 Maria 的见证。她有背痛的问题，那么更严重的是，她的血糖啊高到500，那么在喝完仙人掌之后呢，从500降到300，那么今天呢是106，她是个需要打胰岛素的人啊，那也。一天要吃这么多的 unit， 那么现在也降到30个 unit 了。那么他同时会有背痛，其实血液循环不好的话，常常会有背痛，很多这个背痛这个问题就会跟着来。那么再另外一点，他的头发、他的皮肤也都在改善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中里面所出现的很好的一个见证哈。那么事实上先，我们也有看过喝久了之后，胰岛素都不用打的。这样子的病人，所以其实血液循环如果变好的话，你的背就不容易疼痛。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有背痛的这个问题，像我自己本身也有，但是也喝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这个背痛基本上都不太扒了我们了哈，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，常常这个腰酸背痛啊，或者 这个容易累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有背痛的朋友，不妨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我们仙人掌，谢谢。